每天十秒钟，坐着就能做，就能让血管变年轻。这么神，到底是什么动作？这是富永诊所院长富永喜代发明的十秒脚趾冲刺体操，我们一起来做做看。第一步，在椅子上坐好坐满，双手抓着椅边。第二步，抬起脚跟，脚尖着地。第三步，左右脚轮流抬起，使用踮起脚尖的脚趾蹬向地面，有意识地高高抬起大腿，保持这个状态，原地冲刺十秒，冲刺的速度越快越好。人的血管有10公里长，99%是微血管，因为生活习惯不良和老化，微血管会越来越少。60岁与20岁相比，就少了40%，然后养分到不了内脏、骨骼和皮肤，细胞凋亡，器官老化，骨骼也疏松了。听起来很可怕，但好消息是，末梢的血液循环变好，微血管还是有可能健康回来。不要小看一天十秒钟，我们一起来做一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看，脚底是不是开始暖乎乎了呢？